要下去装好，装好的话，这个是我们的一条参数，嗯，啊，设置，啊，我们首先都是我们不管它什么，啊，我们都要回个零，啊，我们先回零，回零的回完零了过后，我们都要选那个产品参数，啊，我们现在看原的，啊，原的都是我们必须要填个这个框框里面的，是吧？框框里面的时候，我根据我的尺寸大小，你看我就是30，那不是我那个直径小，啊，没有30，我是有个25。我那个图案，哎，我有点长哈，那，啊，我没有印到一圈哈，啊，我都可以设任意设的，啊，这个值，啊，挂到这个值也是任意设的。好，设完了过后都打开，都是我那个图案 logo 印完了过后，我感觉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按个确定，啊，确定的话，他自己都升上来了，升上来的话，这个时候都是看，就是我都要设置参数了，设参数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是来对刀，手动对刀，啊，看。我把点上去啊，那我看我这个位置，啊，这个位置，啊，手动对刀啊，我挂到那些啊，我对下来啊，我们看我叫我那个位置应该不对，啊，不对那个，我都认为看看，我都认为我的挂的位置看啊，这样看，好，可以了是吧？嗯，我的认为都可以了，我的重心也可以了。啊，可以了，过后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测试一下，啊，我们看一下测试，啊，看到，他叫王板火那个我们都在走了，是吧？嗯，啊，我叫你都可以测试一下，啊，我们才能走了，啊，测试好了，你认为都是我们那个图案各方面完美都很清晰了，这个时候我们按下确定，好，我们再按个自动，啊，按个确定，啊，按个自动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搞啊，我们自动上了，是吧？嗯，好 ，OK 啊，好，我们原来是圆。